椰氮树身后高40尺的椰氮树，在音乐的陪衬下缓缓亮起，加上七楼顶端挂起的晶亮灯串，为整个敦南商圈带来缤纷耀眼的光芒，也预告着欢乐佳节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由这名集团所举办的椰氮树点灯活动，今年有将近60位来自多国的驻台使节代表共襄盛举。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也到场参与点灯，期望为台北带来温暖明亮的欢乐暖冬。